那安全带要是不用的话，就卸了给我当裤腰带吧。啊！我以后我都是有证的人了，不要那么紧张了。哎，你一般开自动挡的时候，左手都放哪儿啊？啊？放哪儿？啊？我都伸外边去绊倒其他车。玩的是正经的，不是说自动挡不需要左腿吗？不需要你就卸了放后备箱呗。那后备箱是干啥用的呀？不就是专门用来放你的假肢的吗？我提醒你，前方有一智障，请你注意避让。啥呀？那人阳了二症的，走道指定是喝了，你没看着啊？像你似的，那咋的？你要替人家还房贷去啊？你要给他买车呀？要给他养老送终去啊？那车辆价格昂贵，请保持5米以上距离。驾驶模式请执行，飞行模式请随意。不，我强烈建议你录个高德。能有人下载我不？能有人骂你？正等一分钟，不抢30秒，那黄灯都321了，你还当起跑线似的往前冲呢？哎，你是新手，你不是杀手。哎，你当年高考打多少分来着？妈去呢，说来惭愧，差点上清华呢都。啊，那么高？啊，当年沈阳清华分数线是639。那你考63.9，差一点儿，小数点儿点，对不对？妈呀，我在这跟你玩梗呢。那你考多少？我考396吗？然后清华分数线639吗？这就跟买彩票似的，数都对上了，完了顺序没对。396，这数挺尴尬啊。啊，完了，我妈就逢人就说我打400分嘛，我妈说了不差那4分也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那你说上个好大学重不重要？肯定重要啊，虽然是有很多就是混得好的不一定上过大学，但是上过好大学的一定混得不差。真的，人赚不了任职以外的钱，知识改变命运。那不一定吧？哎，那啥不一定的，我给你讲一个案例你就知道了。我小前儿有一个同学哈，当时他妈给他算命，说那个他未来掏大粪。这一瞅，他妈当时就上火了，这一瞅这孩子不废了吗？但他不认命啊，他就要和这个命运抗争。现在是俺们那嘎的肛肠医院的专家。我的天哪！知识改变命运不得？能不能起来动动的呢？我为啥要起来动弹动的呢？你天天说自己找不着对象，找不着对象了，你搁这躺着，你说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一摘呗，你除吃就睡，你这等着哪个男的入室抢劫爱上你啊？那我就出本书《美女野兽》。那你要照这么发展，你真能演野兽了。你说我有个10年没联系的我同学哈，今年突然间给我借钱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10年后再回他，有道理。他说借钱资金周转一下，马上要开笔大单了。嗯、啊，有没有可能那笔大单就是你？啊，他不会被骗到缅北去了吧？你不好说。哎，你说那什么人容易被骗呢？什么样的人？贪心和不甘心吗？那你说的那不是那个电影那个孤注一掷那个台词吗？你也看了哟？看了，第一时间就看了。人不都说了吗？消失的他得领闺蜜去看去，八角笼笼要领孩子去看。然后那个孤注一掷领千家去看嘛，电影版的反价 APP 嘛，第一时间就看了。那你说我就不明白了，那都知道缅北那么吓人，你说为啥还要去呢？没钱呗。那没钱借呗，没钱。哎呦我的妈去呢，说的倒轻松，那都像你似的，跟朋友借没人缘，跟银行借没征信，那啥抵押呀？是阳寿啊？你说咋那么虎，那一点反诈能力没有啊？哎呀，有这么一句话啊，是这么说的，你没有被骗，不是因为你聪明。而是合适你的剧本还没有出现，你看，来自骗子的自信心。我跟你讲，那电影都美化了，他只给你演了网络赌场、美女荷官，那掏心掏肺那剧情还没给你上演呢，真的。那你说我要被骗缅北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那就好好告个别吧。那就好好告个别吧。哈哈哈哈！脑瓜疼，浑身没劲啊，腿也疼。没事，老弟。咱家有认识人，火葬场子烧头颅。我们一天啥也不干，真的，我脑瓜疼，屁股疼，咋那么多事儿呢？哎，你说你都不关心我，就知道骂我。老弟，你知道那古代那太监，你没发现照一般人的寿命都长吗？为啥？而且他们武功都高，你知道为啥吗？为啥呀？无欲则刚，哎，练武才不会敌了当刚啊。你没事吧？我小时候零花钱少，我就希望一个月能有3000。哎，长大之后梦想成这个，一月工资正好3000。
钱吗，老弟？你还得还贷款呢。啊！你要没啥事吧？你收拾收拾卫生，你给扔。我不收拾，我怕这屋里收拾太干净啊，就剩我这一个垃圾了。有道理。我跟你说，你最大的优点就是很有自知之明，你知道吧？就为啥你浑身背劲儿不？为啥呀？因为你不努力，老天都会收走你的财富。但反正你要是自来就没啥财富的话，老天拿你也没啥办法。告诉你个八卦，听不听？听。谁？我有个朋友啊，他在外头有了个三姐，这个三姐吧是他公司员工，但是这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这个三姐是他爸爸的初恋。啊，父子喜欢同一个女人，你的朋友叫李志吧？可不敢胡说啊！啥呀？来，给你看看，这原配啊。这是原配，这怎么看这么熟悉？那你往后翻，那三姐长那样。不是你不要过来啊！为啥呀？啊？你朋友杀人让他看见了，你朋友指定有把柄在这老登手里，真的，这么大岁数了还给人当三姐呢？咱说人口老龄化已经严重到这地步了吗？哎呀妈，这过两年都长尸斑了，这都得一身老人味了，为啥呀？青春期撞上更年期吗？啊，喜欢隔辈亲？哎呀妈，现在不是你就，这咋带水印呢？这不电视剧吗？炸裂不得剧情，是不是得看看？嘎嘎生气！我有病，真的是生气我还看？炸！哎，女大三抱金砖呐，这他妈得七八块了吧？这是金矿啊！哎呀妈，这片不应该叫《奔跑是我的人生》，它应该叫《霸道总裁和他的绝经三姐》。你以为人家跟你唠嗑就是喜欢你了，你就不是单身狗了？人家搁那嘎达遛狗呢，喜欢你就搭理你两句，不喜欢你就忙有事儿。那他不是说他累了吗？想睡觉的。哎呦我的妈！谁好人五点半就睡觉了？那不写愁吗？老弟，你就记住了，别拿青春倒插秧，恋爱哪有喝酒香啊？哎呦我去，你真买到了，我咋没买到呢？那是啥？不是，但是这玩意儿想喝还不简单吗？炸！你这是真勾兑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这才原汁原料吗？有点意思，这多好，浓度自己够。你说这玩意儿挺神奇哈，喜欢喝咖啡的妹妹。喜欢喝酒的他也没买，那喜欢发朋友圈的倒给买了。老弟你不懂，哎，这就叫营销。瑞幸需要茅台的体面，茅台需要瑞幸的流量，哎，这叫做成年人的第一杯茅台，中年人的第一杯瑞幸。我都饿了，垫不垫吧？几点吃饭呢？血糖不高吗？不高，高啥呀？啊，我过生日你不来？我上西安请朋友吃饭，你来了，你是来买单来了，还是帮我撑场面来了？哎，你看你话说的，有朋自远方来，那不差一副碗筷。再说了，你过生日前我那不有病了吗？没来。再哎，我礼补上了，我人没来，我礼不到位了吗？我不补上了。喜娘，喜娘啊！要是我们其实价格上还是不错的，是吧？还是袜子，你都掰瞎这包装袋了，我认可要这袋我也不能要它呀。你看，你看，嫌少了。你这么的，我就给你发红包，你发88，对吧？买点吃的啥的。你这，我寻思给你买套衣服，但是你我也不知道你穿多大的，我给你发88红包，完你得自个得意啥，你自个买点，行不，爷哥？你家88咋那金花呢？嗯？都花不了，还得还房贷呗，我还得。哎呀妈，你这是阴阳怪气的，主要是啥？你说你农历生日，你阳历生日，完今年还闰二月，你还得过回生日。你说你是乐高啊？你后拼接？别说话了，行吗？长得丑，气质差，没有钱，脾气还大，跟我呛呛啥呀？我把88给你退回就完了呗。就你这样，要能嫁出去，那都属于下嫁。
师傅，你说的对。啊？有你啥关系？那么煽风点火呢？你咋不烧锅炉去呢？啊？叫我呀？不是。咋的了，大姐？管谁叫大姐呢？那满脸褶子管我叫大姐。这车位儿，我在这排半天了，你一个猛子就扎进去了，你车技挺好呀。不是，那你磨磨唧唧的，我寻思你不停呢。什么？哎呀，先来后到嘛，挪出去吧你。我先来的。挪不了啊，你找别的地方吧啊。不是你讲不讲道理啊？我跟你讲什么道理呀？干啥呀？哎呦我，外地车牌子呀，怪不得你不认识我车呢。你在这片打听打听，你知道我爸是谁不？那咋的，你妈没告诉你啊？是妈理个大头，他45码旅游鞋似的，你很可豪横啊。还你爸是谁，你要找家长啊？这来你下车，来下车下车。哎哎哎，来来来，指什么指啊？小学老师没教过你要讲文明懂礼貌啊？大学老师没教过你思想品德呀？不是，别以为你是个女的我就不敢收拾你啊。哎呦妈，真厉害呀，你快点来吧。提款机，我想仰望星空很久了，你看新款那个库里南我开能好看吗？不是，我想看会电影，会员借我用去。没有。我上午还看见你刷 VIP 电影呢啊！你赶紧的，别那么抠啊。谁呀？我抠啊，我该你的啊，看你自己充呗。哎呀，共享一下呗。不，你对共享是不是有啥误解呀？共享单车、共享充电宝，哪个是免费的了？你给我转3块钱，我借你。哎呀妈呀，真抠，不借了。买杯奶茶都少给我钱，咱俩谁剖啊？天天胡吃海塞的，那朋友圈发的那都吓人，不知道的以为你皇亲国戚呢。就你的生活质量，你会员充不起？看人老板没在办公室，上人老板的办公桌顶那个照相当自拍啊，上直播间当头像，给女主播刷礼物，那阵仗可不像充不起会员的样啊！真的，就那架势，我感觉你都能给阿里盘下来。哎，行，我不借了还不行啊？行啊。明儿我就不给你分享给你媳妇儿，让你媳妇儿给你点点关注，是吧？孤独的灵魂。我给你充1年会员吧，哥。那我还想喝奶茶呢。哎呦我的妈！现在就去买啊！你一个月3500块钱，你连个对象你都没有，你买 iPhone 14有啥意义呀？你给谁打呀？我想换个 iPhone 14 Pro Max 灭霸子 1TB。 哎呦我的妈，小弟上学时候公式要这么长的话你肯定都记不住。一夜之间我的 iPhone 5都低人9等了，我怎么能不买？你给我个不买 iPhone 14的理由。你没腰子了。再一个老弟，那四吧它不吉利吗？你不平时挺迷信的吗？你走算啥的？一个月3500块钱的选手，真的是买个纯棉的裤衩子都得分期的主，那家伙哪来的底气你还要换 iPhone 14 了？我看就你用手机都多余，就以你的经济实力啊，你可以考虑换个座机。不是你能不买给我吗？哎，你就这么的呗，我不是换14了吗？我把13给你。哼哼哼哼，你真好。你用13，我用14，咱俩1314。哎呦我去了，真的双 Q 了，我的妈！你家地暖不热呀？上次我不来过了吗？上次我爸在家，我没在家，你也没给解决呀。不，这屋里不还行吗？哎呀妈，你从外边刚进来，那可不还行咋的？那分水阀在哪儿呢？这不还行吗？管挺热的呀。可是你那手刚从外边进来，拔凉的，你摸哪儿不热呀？哎呀，行吧，我测吧。18度，达标了啊！以后别找了啊！我都看着你从怀里边拿出来了，真的，你咋不从打字锅揣到36.5你再拿出来呢？这两天属实冷，咱再说啊，你家你看看，一点采光都没有。那啥话呀？还赖我们家没有采光了？你这不推卸责任吗？那现在那太阳光那是太阳吗？那太阳那就是冰箱里的一盏灯。我跟你说，你今天说啥还不好使，你必须给我解决了，要不然我只能得投诉你。这样吧，啊，我给你找俩人。一会儿给你那个地暖那个过滤网给你清一清，行吗？反正你必须得给我解决了，你是怎么整？找对象吧，就像是找厕所。嗯。当你推开第一坑，哎，你发现很脏，于是呢，你就找过第二个坑，结果你发现都没有纸，于是你就找了第三个坑，你发现又没有纸，又很脏。这时候呢，你反过来找第一个坑和第二个坑，你就发现，
他已经被人占了。哎呦我的妈！相亲呢？啊，对，嘉哥啊，是，哎，你咋来这么晚呢？哎呀，我都到这半天了，我坐屋里了，我不知道你在外边坐着呢，我没认出来你，你这照片跟本人差距也太大了。你吃过泡面吗？啊，那上面怎么告诉你的？图片仅供参考。再说了，人李白讲话了，昔日芙蓉花，今成断根草，以色侍他人能有几时好？你喜欢的别人也惦记。你口才是真不错啊。那个你老姑啊，把你条件都跟我说了，你没有房子有台车。那一开始吧，我觉得条件是差点啊，但照片长得漂亮啊，我也就接受了。但你一见面，你这本人长得也太……等会儿，大哥，我是长得不好看啊，但是你家里没有镜子吗？你没照过镜子吗？啊，你还嫌弃上我了？真的，我这瞅你还没结婚呢，就仨月孕肚了。你刚往这一坐的时候，我以为你嘎吱窝加俩海胆呢，那怎么自己浑身是毛，还总嫌弃别人是猴？哎呀，我这起码有车有房有存款呢。妈，啥用啊你啊？光有一副皮囊，真的是你没有灵魂，你一点情商你都没有，我可走了，真的。哥们，你千万别减肥啊！你听没听过一句话，叫胖子有三宝。啊、保重！哎呦我的妈！三宝，我这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哎，怎么的了？哎妈呀，你还在这干呢？啊，咋的了？你跟我说吧。咱的房子不承诺说上半年2月份交房吗？结果下半年7月份才交房，那也就不说啥了。俺们这些业主进去一看，那也不到交付标准呢，那绿化那树呢？在院里种了呢都。哎呀妈，那是树啊！那俺们屯子，我奶屯子院子里那葱都比他们几个茁壮。你再说一开始买房子的时候，开发商那个景象是不是？天上飞的鸟，湖里游的鱼呢？让小鸟吃了。小鸟呢？吃饱了飞了吗？那湖呢？不在院里待着的吗？哎呀妈，那是湖啊！那俺们足疗店的泡脚桶都比它大。你再说俺家啊。一进屋之后，我当时我就一再问我说腰线层有没有影响，你怎么告诉我的？你拍着胸脯拿着你们18辈祖宗启示，你说没有影响。好家伙，我一进屋半堵墙，落地窗呢？那你家不比别人家买的便宜吗？哎呦我的妈，你怎么满嘴是牙净唠些腚眼子的嗑呢？当初你怎么承诺的？你说腰线层没有影响，好楼层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发现这承诺就像放屁，当时惊天动地，背后苍白无力呀。那你想怎么办吧？那事已至此了，对不？怎么办？俺们几家业主已经联合给你们起诉了。那你还搁这儿来干啥来了？干啥来了？你是销售经理，当初这房子是你卖给我的，那我得让你下课呀。你是王阿姨是吧？我有两辆车，帮妈买菜，奔驰兜风。我有三套房，室内一套，住海边两套，玩。那你？我没有存款，我有余额。叮叮叮，我觉得我们特别合适，那我们在一起吧。我也没说跟你搁一起呀，但是我对你特别满意。你满意？我就是来炫个富，你满意个嘚儿啊！今天聊的都不错啊，各方面都挺好的，你回去等消息吧。啊，不，我回去等消息，啥意思啊？啊，我下午还有个相亲，我也走了。啊，你这。货比三家是吧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那谁不想找个更好的呀？那是没毛病，买土豆子还得挑挑，买西瓜还得敲敲，是没毛病。但是你这直接你说出来了，着实是挺尴尬啊。那有啥尴尬的呀？那我有车有房，一个月5000块钱工资，那五险一金我啥都有，我这条件怎么的也得90分，那所以一定不能盲从。哎呦我的妈！坐标沈阳，50来平的公寓，10多万块钱的代步车，一个月5000块钱工资，你给自己打90分？那我想知道你给我打多少分？哎，你的话各方面条件还可以，偏瘦，及格分呗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及格分，那真是孔雀开屏，得意忘形啊。啥？没啥。你听没听过一个词叫普信男？你什么意思？刨除你这经济条件不说啊，就咱这情商是真够挺够费劲的了啊！而且我一直不爱拿人的颜值就说话，我觉得不太礼貌。就你这颜值，我说句不好听的，你上狗市去配去，人都嫌你品种不纯。你给自己打90分呢还？我跟你说，这要不是奶茶好喝呀，我早走了，真的是。这你个烂尾楼还公开招标，我还回去等消息。别冷了，拉倒了啊！我想到了一个赚钱的方式，啥呀？
七夕晚上报名打麻将，只报名不打，报名费100，你报完名你爱干嘛干嘛去，你爱去哪儿去哪儿，爱跟谁跟谁，别人承诺保证向别人证明你今天晚上跟我一块打麻将了，你报不了所有的消费啊都可以说是输给我了。这是你想的吗？这不网上发的吗？800个人都知道了，但凡你家老娘们七夕晚上出去打麻将去了，都是出去单挑小鸡儿去。咋的，你那嘎达收拾完了？不想收拾屋咋办呢？不想收拾屋你就找个媳妇儿，如果媳妇儿贤惠的话就能帮你收拾了。那如果不贤惠呢？不贤惠如果粗暴的话，你自然就学会收拾屋了。哎呦，七夕了没收到礼物啊？七夕为啥收礼物啊？那晒朋友圈啊，那没有礼物晒啥呀，晒太阳啊。哎，这么着吧，咱俩互送一个，然后发个朋友圈行不？你想要啥呀你？男生嘛都喜欢电子产品。这啥呀？拿福聚能玩吗？刚才在楼下垃圾桶里头捡到一束花，你要不？哎呀，这垃圾桶都收到花了，你还没收着？那是垃圾桶不挑。那所以啊，别太挑了，你都快30了。那我要不是垃圾桶，啥垃圾都要。不是你咋的？你裤兜里撒盐，咸的蛋疼啊！你找我干啥呀？你买西瓜得挑的，买土豆还得挑的呢。我挑犯法呀？老弟，你就信我的，你知道吧？恋爱太极端，单身保平安，一时单身一时爽，一直单身一直爽。可身边人都结婚带娃了呀？妈亲的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没有儿孙你享福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不当父母你嘎嘎省心。儿行千里母担忧，不当父母你无忧。你不。